What's going on, guys？ 我是凯文。最近呢是春节假期，对吧？你不要动。最近是春节假期，所以我也看到很多朋友们在晒他们吃火锅，比如说这个。那么我们呢，也想做一个吃火锅视频，但是我们有一些条件不足。那为什么说我们情况就是条件有限呢？那是因为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来到了 H Mart。我本来想去中国超市嘛，但是离这里稍微时间有限，所以我们来了个韩国超市。然后想买一些，就是因为这种地方就是生鲜食材啊，然后包括火锅，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火锅底料。甜不辣呀？这个应该还可以吧？拿两个。对，这个看着不错。吃不够再去再待里头，一会儿来个 squid。哎，等，丢人现眼。不是你波士顿龙虾，其实这个也可以是吧？算了，讲道理，明天主要因为本来是买那个锅子是搞笑为主的，不然我们下次再搞一个大的锅子。这种肉应该还是不错，但是我们可以看看还有其他的 option。这一个大白菜比我们的锅还大。明天这个屁股要洗掉，干净用干嘛？要切一切。好的，明天你来洗啊，你自己搞。我明天打网球训练。对，明天星期天。你不是？我也要训练。讲道理，这个调料不能没有。什么意思？我给你买一个摩卡。So one thing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，我们需要去 dining room 偷一些碗。那现在我就去偷了啊！全是最好的角度。你们赶紧回去再吃，回去再看。我们为了不让学校的这个警报响了，真的是就不太好。那我们现在想办法让警报不要响，够吧？我不知道，亲人他吞水了。不会的呀，你放堵在上面就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到时候我把你一亲下来，不爆水，我去。在你我不是看着瘦。今天就是这个，是我们的锅子啊。这个，哎，这个牌子，赶紧给我喂水。等我。打钱。这个锅子是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，他是给我的生日礼物，是吧？年糕，因为没有普通年糕，我就买一个这个韩式年糕，还有一个火锅底料，上汤三星火锅底料。哎呦，干嘛呀？大便！哎呦，干什么啦？因为你们也懂的，刚刚这菜没有洗，对吧？那洗菜的工作肯定不是我做的。我房间因为没有菜刀，只有剪刀。洗菜小能手 Brian， 鼓掌，给他鼓掌。他这洗菜动作标准吗？超级标准。买菜少了。Brian， 发生了一点小意外。Oh no, Brian！ 哎呦！Very good。调酱，就这两个东西，没有什么好调的吗？哎呀，这房子一塌糊涂，都被开进去了。酱油说倒的有点多了。哎呀！哇，对的。这个颜色，单纯。
酱，我先试试。这酱太难吃了，太咸了。他倒太多酱油了。但是这个丸子还蛮好吃的，非常好吃，非常好吃。它原来有味道，不要蘸酱，我操，这酱他妈太咸了。汤有味道，嗯，它这个哦，哦，太烫太烫。哇，这个丸子里面不好吃啊，就是 not bad。你知道现在海底捞不让卖撒尿丸？哇，哇烫到我！哇，害怕害怕！我也咬到了，因为容易，这是因为容易烫到。烫死我了！这个再说一遍，这个牌子啊，赶紧来给我们赞助我们啊 ，D E Z I N 啊，给我买个大点的锅子。这个 sauce is shit， 给你 sauce， 不要 sauce。操，我看不起我的 sauce， 我操。这个 sauce 水平太差了，这个太差了。我给你捧场，我吃。这个 sauce 水平很差。感谢 Michael 的捧场。我们可以来聊一下，就你们吃火锅就是。你必点的是什么？对，必点的是鱼肉，鱼肉，嗯，我也是。午餐肉，还有竹笋，这三个，我肯定要点肉啊，牛肉、羊肉。蔬菜的话，我很喜欢菠菜。嗯，然后如果是那种清汤火锅，我会最后点一个面之类的东西。哎，对，对吧？点面可以，嗯，面。觉得现在是必点就是毛肚，嗯，毛肚。哎，然后肉的话，我倒反而还好，就除非是我觉得刚刚烧着比较好吃的肉，肉是刚烧。黄喉你爱吃吗？黄喉还不错，黄喉我也特别爱吃。对，我特别喜欢吃那个，我特别喜欢吃那种就是那个炸的豆腐切，就是放进去下去，或者那上面像那个叫什么叫响铃，就是那种，就是那种。什么？一般但是一般人都会点虾滑，其实我虾滑我还可以，但一般都会虾滑我还行，我也挺爱吃虾滑。有时候他们有那种虾滑和鱼滑混着一块儿，对对对对，什么必点可乐罐，可乐酸梅汤来了，美国牛肉，那我试试。那你厕所肯定就是点奶茶了，啊，厕所必须两杯大杯的，大杯的还不错吧？哇，哦，好吃，味道很好哟，牛肉好难，要。这是牛肉怎么样？牛肉怎么样？我这个东西简单的讲，很新奇的，还是等一下。没事，我等。有点火锅做出了东北乱炖。这火锅们就是乱炖呀。没事，我炖。先下海鲜呀，嗯，然后下各种东西，然后肉来一锅，最后放菜。为什么最后放？因为菜稀有啊。哪这么快？这么快？差不多。现在都分得好快的呀，一下就好了。好了，我觉得没问题，我觉得还是多吃。不，我蔬菜非常吃啊，很饿。哎，你有一个人吃过火锅吗？一个人大火锅好像还真没有吃过，小火锅是。你一个人去吃小火锅吗？那也挺就是那种快餐嘛，呷不呷不的，呷不呷不，对。接下来我们现在来第二场，吃个韩国炒年糕。给你看看这个专业的韩国炒法啊，首先把年糕放进去，加点水，你看。像淘米一样让它 rinse 一下，现在倒掉。哎呀，年糕掉出来了。哎，这不行。说明书呢？你们做菜怎么都要靠计量算的呢？我们是 professional cook， 跟你这种不一样。你是啥？靠手感，靠感觉啊。就是你感觉要加多少加多少啊。这种靠天赋做菜的。然后加上我们的酱料 sauce。那么这道菜就做好了。啥？你们现在感觉这样子很不对啊！当时做出来味道就很美味。Yeah， 我跟 Brian 一直在想一个 idea。我说以后我们礼拜三每星期三出一个类似于比如说访谈类的节目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请狂弹幕扣一。如果感觉我帅的话，也扣一。好黑啊！你讲一点话，我一个人讲很尴尬的，哦。就是想把你尴尬一下。这个很失败，太多水了。我之前跟你说了少放点水。少了，你他妈！年糕糖，我操！这样子满分，啊，味道肯定也是满分。还可以，味道还行。嗯，很黏的。哎，我这个年糕好短哦。不是很健康。怎么不健康？因为吃火锅都是大家一起，都是很多人在一起聚在一起吃饭嘛，就是还蛮有团圆的感觉。对我们来说，好像我们大家很多很多年没有在国内过年了，然
后每年国外过年的时候，其实我也不会是跟朋友之间同学之间一起吃顿饭，所以主妇你挑一个在房间里面吃火锅，对，大家新年快乐。我也知道很多人嘛想给我们发红包嘛，对吧？你们可以给我们充电充电，或者你们要单发的话也可以，对吧？新的一年里面反正希望大家身体健康，然后恭喜发财吧。对，然后我们的话反正尽量会花更多的时间在这个频道上面，然后会做一些更多更加丰富的内容，所以说你们可以敬请期待一下。那么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可以点赞投币收藏，然后下一如果把新视频你们就再也不会错过了啊。如果你关注我们，如果你关注了我们，就不会错过新的发的视频啦。今天是我第一次我来讲这个结尾，所以有一点那个不太油啊，流利啊。好，走吧，拜拜。是吧，这样有节奏的。你当配乐洗刷刷，我有节奏的。